我懂，我懂。一号公路在卡尔加里到温哥华之中，要把它拖起一条四条，一条四条线的公路，我想这个部分就可能就非常的难了。哪个呢？这个酒店很漂亮啊，你近看其实它很旧的，1970年代到现在没有什么重新整理过哈，所以你看房间都暗暗的。1970年，房间入边都干净，不过房间。11月17日，2017年，为什么会有这条铁路？1867年加拿大建国，最早的时候有4个省市，做这个国家，安省、魁北克、仲有那个叫什么，Nova Scotia和New Brunswick，那个时候1867年7月1日。